这位人物，我们都知道，提到伊曼姆布哈里，是在伊斯兰圣训史上具有巨大贡献的一位圣训学家。在他的一生当中，为了服务于先知的圣训，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的一些过程，而他的一生。 从他童年的时候，一直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生活当中、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圣训的服务，对圣训方面他所做出的这些贡献。因此，从小的时候，他失去了父亲，而且呢，小时候因为一个意外，他双目失明了。 后来呢，在他的这种艰难的这一段历程之后，以及后来的成功的背后，那么他的母亲，同样跟你妈妈沙菲亚，拉希姆和拉赫一样，他的母亲呢，在他的成功的背后，给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贡献和作用。他的母亲，因为他儿子的双目失明，他在经常在。 外公当中向真主祈求，是他的儿子重见光明。那么后来在国，在十过那么几年之后，那么伊曼布哈里，那么的确，他的视力呢恢复了正常。这一生当中，他服务于什扎勒萨拉木的圣训，走遍了周游列国。那么他是中亚古布哈拉地方的人。提到伊曼布哈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学者呢，都知道。 一提到伊曼布哈里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位穆哈迪斯，在圣训史上是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在圣门弟子之后，那么他在当时在他的那个年代，在圣训史上所做出的贡献，至今是很少出现的。在伊斯兰的史上，伊曼布哈里为了服务于施达勒·斯拉姆的圣训，走遍海扎的地区。 所有的，只要有审训的地方，他为了考证一段审训，有时候呢，他花两个月的时间去考证，为一段审训而花两个月的时间去调查和考证他。追查他的真实的线索，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服务了圣训整整一生，而在这个当中，我们一旦是提到伊玛姆哈雷的时候，那他的最大的一个成功点。 他的成名代表作是、ah《苏菲 a 阿尔布哈的《i t a b al-Buhari》，他的《布哈里的圣训集》，是他一生的接近和一生心血历程上的一个唯一的见证。马布哈的为了完成搜集布哈里的圣训集当中的这圣训的过程呢，仅仅是除去他的其他的作品之外，光对自己的《其他 t a b a b a r i 圣训集方面，他的确花费了自己长达十六年的时间。 这十六年当中，他走遍阿拉伯半岛，甚至在麦加、在麦地那，而且呢，据历史的记载当中，他有很多的上百位的师傅，无论是埃及的，无论是海扎的地区的，那么都是一曼不化的。从小呢，因为为了收集哈迪斯的圣训的这个线索系统方面，他说拜的这些师傅呢是。 据说有上百位。而伊曼布哈里在生活的这个阶段当中，为了寻找哈迪斯，在麦加有那么一段生活的过程，在麦迪那也有那么一段生活的过程，然后在伊拉克的巴格达也有那么一段生活的过程，处处都有以曼布哈里为寻找圣训而所留下的足迹，光是为了自己。 收录的自己成册的这个布哈利圣训集的工作，他花费了十六年的时间，而在这个十六年的时间当中呢，伊曼目布哈整整收录了六十万段圣训，六十万段圣训。那么当然，这六十万段圣训，它不是清一色的正确、可靠的、健全的圣训，其中呢也有从它的层次上不健全的圣训都有。那么总之呢，他一生当中收录了六十万段圣训。 然后呢，在这个六十万段圣讯之后，那么他又筛选、挑选了精品的圣讯七千多段，收录在自己的 Ktab 补花里当中。六十万段圣讯当中，他只选择了、挑选了七千多段圣讯而收录在自己的 Ktab 补花里当中。那么，补花的圣讯及里边的所有的圣讯七千多段圣讯它都是正确可靠的圣讯 非常健全的圣训，那么《Kitab》不花里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健全的圣训，健全的哈迪斯，它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口头上说，还在哈迪斯，萨黑红，我还在哈迪斯，做阿伊夫。如果我们说这是健全的圣训，这是微弱的圣训，因弱的圣训，那么它不只是我们口头上的一个区别，而是它是两段圣训之间。 其本身从它的内涵，以及从它的质量，以及从它的传输系统的这个层面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此，曼谷花典呢，将这样的健全可靠的所有的圣训，两千七千两七千多段的圣训，全部收录在自己的成名代表作《吉他布卜华典》当中。而在这里的健全的圣训，它与《古兰经》的经文是从某种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吉他布卜华典》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我们。 是全盘的接受，就好像对待《古兰经》的经文一样。否认者情节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正确的哈的意思、健全可靠的圣训，它与《古兰经》的经文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是麦古罗姆菲斯 a 一个是还有什么古罗姆菲斯 a 除此之外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古兰经》的经文呢，在拜功当中是可以诵读的，而圣训是在拜功当健全的圣训在拜功当中不可以诵读的。 除此之外，健全的圣训和古兰经文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其他吗？哇，两个呢都是天气的。那么，虽然古兰经的经文呢是从它的内容和文字，它都是施展类似咱们所接受到的启示，因而形成了古兰经的经文；而健全的圣训，它的内容虽然它的文字是施展类似咱们自己组建的，可是它的内容依然是来自天气的，所以呢。 它与古兰经是从这个方面它是一样的，因此健全可靠的圣训，它是在它在伊斯兰当中的地位，它不低于古兰经的经文。如此高的与古兰经文平等的，那么这样的健全的哈迪斯，伊曼布花的花费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去寻找他和查找他们的究竟和来究竟的来历和当时的那些传说系统。因此，伊曼布花的一生是服务圣训的一生。 在整个伊斯兰史上，普通的表达当中呢，对一个圣训方面的一个圣史学家，我们只能叫做一个穆哈迪斯，这已经是最高的一种表达方式。可是呢，伊玛布华里在历史上，伊玛布华里世界穆斯林的学者对他的公认，而且呢，他不只是一个停留在一个穆哈迪斯的这个程度上，而且呢，他是一个艾穆的哈迪斯。艾穆的哈迪斯在伊斯兰史上从头到尾呢。 获得这样的一种荣誉的人，的确是非常稀少的，没有几个人能够得到过 e m i m al-Hadi 的这种称号。除非呢 i m a bahari 还有后辈的，也不能还叫他格莱尼，他们都是呢圣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呢，伊斯兰的学者呢公认他们应该得到这样的称号，他们叫做 e m i m al-Hadi，圣训的长官，是这样的意思。i m a bahari 为了在 寻找、收集这个圣训方面的这些工作，他一直是周游列国的四处游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边是查找圣训的传说系统的来历，一方面是在求知，因而呢，是他收集完成了自己的这项十六年的时间当中完成了自己的 Ktab 布里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使命和这个任务，回到自己的家乡撒马汗罕的中亚的布哈拉布哈拉地区的时候。 因为学术方面的问题，因为《古兰经》的被造与造与被造这个问题方面，与当地的学者之间呢，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一定的这个思想上的认识上的这种区别，因而产生了他与当地的学者之间的这种斗争。所以呢，一般不哈的他的一生最后的处境是比较是艰难的，而且是比较是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当地的。 所有的很多的学者呢，因为他对圣学方面包所做出的这些贡献，以及在之前他为哈迪斯方面所做出的这些事方面与他展开的这个争论之后，一般不拉的最终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越来越厉害呢，最终只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别处去去世了。而在去世之前时，他带着自己的这个不华图的经典呢，他就结束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إن الحمد لله إن الحمد لله حق الحمد نشكره حق شكره في كل زمان وفي كل مكا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محمد وعلى علي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وبعد تجاهل في تنكشة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在此给予我们学习的这个机会。那么，今日想要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以曼布花的这个人物。提到伊曼花尔，大家都非常熟悉。不过，在伊斯兰史上圣训史上具有巨大贡献的一位成功的人物，他的一生是服务圣训的一生。他在服务圣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以及他对圣训方面的这种成功和成就，是后人无所拥有的。因此呢，伊曼布花里，他在伊斯兰史上的点点滴滴，他所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再次去回顾他的那些充满着光辉事迹和灿烂的那些历史。因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塑造同样像伊曼布努利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角色。 因而呢，对施扎阿斯拉姆的圣训，我们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依然是非常的重大，应该学习伊曼布哈的这样的一段他的一段光辉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激发我们对圣训方面应该作为这个时代的我们应该所做出的贡献和应有的这个责任。伊曼布哈利呢，在他的一生当中，伊曼布哈利呢，在他的一生当中。 为了寻找使者的斯莱姆的圣训，为了使圣训全面的得到一个真实的掌握和澄清，圣训在伊斯兰当中的这个地位以及它的密约图，护以及它的重要性方面，以曼布华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呢，在伊斯兰的史上，从圣训发展的这个史上一路走来，那么以曼布华利。 他不只是获得的是一个穆哈迪斯，一个圣训学家的这样一种称号，而更高的一种对于他的，一种认可和整个欧马的伊斯兰给予他的一种称号，他是一个艾米尔·拉哈迪斯。那么艾米尔· d 哈迪斯与穆哈迪斯之间的区别呢是，的确是，非同一般的。因为呢，艾米尔· d 哈迪斯所谓的圣训的长官是这样的。那么在整个伊斯兰圣训史上， 获得这样的一种称号的人并不多。我们知道伊曼布哈迪从小呢，是因为个人的处境是比较艰难。从小他是一个孤儿，他失去了童年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教育，没有父爱，因此他一直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还有呢，他的哥哥阿曼麦，妈妈阿那么他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之下，那么他的确得到了。 一个父亲呢，应该给予儿子的这一切，因为他的母亲呢，的确是一个伊曼达通索利哈通，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清廉的女子。伊曼布哈里呢，从小呢，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他双目失明了。而在这个当中呢，他的母亲在多日在拜后的这个祈祷当中，终于呢，在几年之后，伊曼布哈里重见了光明，他的视力呢，恢复了健康。 那么，曼布华的从童年一直到他的少年，一直到他的壮年和老年，这个当中，他的一生是非常的艰难。一路走来，尤其服务哈迪斯的这个路途当中，他是是一路坎坷。他历史的记载当中，他是六世享年是六十三岁，而在他在这个之前，他的一生是服务于圣训，因此很大的一个牺牲是他。 终身是，魏红他是没有结婚的。冷面的皱纹比脱里还要地为了服务于使者阿雷斯拉姆的哈迪斯的这样的伟大事业，为了成就于自己服务圣训的这项伟大的工程，他放弃了将个人的享受完全杜绝之外，而且一生当中放弃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敢于服务于使者的圣训，而且牺牲自我，甚至呢，甚至呢。 超越了自我的一切，把服务圣训的一个工作放在一生当中的一个终身的职责，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人，在伊斯兰圣训史上是并不多。因此，后人值得学习他的这种榜样，步他的后尘，在圣训史上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么，当然，我们与伊曼不花的的能力是无法相比较的。 他能做到的未必说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可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尽我们所能，在伊斯兰史上，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学习他们对圣训的那种高度的那种重视。你讲呢？圣训，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方面，全方面是一个指导的作用。因此呢，圣训无论是在伊斯兰的法律方面，无论在穆斯林的个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 为人处事方面，圣训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教材。因此呢，我们从这些方面再次的恢复圣训它应有的地位。尤其呢，在我们的非比类的 s u n e i 在中国土地上，圣训的确是阿斯 n 汗的塞尔曼最严非比类的 s u n e i 在它成为了被遗忘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非常有必要再次复兴什长勒塞尔姆的圣训。 应该有充满着对圣训方面的服务圣训的过程当中，充满着一种活力，正好像是犹如伊曼布华利曾经呢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这种充满活力的激情，他追求施展类似的圣训。我们都知道伊曼布华利呢，在服务圣训的过程当中，他是走遍了整个黑扎的地区、阿拉伯半岛，甚至呢是中亚五国，那么他。 生活的地方，是因为追查调查施展了再来姆们的圣训，为了获得圣训的系统方面的、全面的这些知识呢，那么他生活的阶段是分好多的那个阶段，像伊拉克的阶段，然后呢，在自己的中亚布哈拉的阶段，还有麦加的阶段、麦地那的阶段，因而呢，是为了寻找这个圣训，而为此他所拜访的师傅呢，据记载当中有上百位的。 都是他的老师，都是他曾经所求知过的师傅。而伊曼布华里呢，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阶段当阶段当中，他一直是学习，因为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是伊斯兰的圣训的中央，随时随地呢都能够接触到圣训。因此呢，为了更好的在圣训的总部能够掌握到圣训方面的源头的第一手资料，伊曼布华里。 将有那么一段时间生活在麦加和麦地那，而以曼布哈里呢，在未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当中，他有很多的著作，不只是一个布哈里的经典，而一生当中，据历史的记载当中，他有非常著名的伊斯兰世界所认可的这个方面的有二十四部著作，而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是世界穆斯林公认的六大本圣训当中是放在最前卫的。 k 他 a b 花的卜花的圣训集，为了完成卜花的圣训集的这一项伟大的工作，伊玛卜花的呢，整整耗费了自己呢十六年的时间，而其余的一生当中的，从他的童年一直到结束，其余的时间呢，完全是服务于别的那些完成别的那些著作，而仅仅是呢，为了完成 k 他 a b 花的的这一项伟大的比纳瓦拉兹这个伟大的工程，伊玛卜花的的确牺牲了他的一生。 花费了自己十六年的时间，而这十六年当中，他的成就不只是在《卜花帖》当中所记录的几千段的圣训了，而是呢，他一生当中收录了六十万段圣训。那么六十万段的圣圣训，对于我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无从掌握它的真实的那一段圣训和一段圣训之间的那段艰难的那段历程。你么不花的为了在当时。 为了考证一段圣训的真实的它的来来源和它的来历以及它的出处,处，那么为一段很简短的一段圣训，他甚至不愿千里长途跋涉，花费过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查此段圣训的真实来历。那么光是完成自己的 Kitab Buhari，在这一部著作呢你 m a m 的一生当中是。 把六十万段圣训当中所精选的、挑选出来的精品的这个圣训，全部收录在自己的 GitHub 补花里当中。而六十万段圣训当中，我们可想而知，六十万段圣训，以其他的全部在以曼 t h 里看来不达标、不合格，只能是在 GitHub 补花里当中所收录的那些圣训，它都是清一色的健全的圣训。 那么，所谓的健全的圣训，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口头上说，还在哈迪松耍黑虎，还在哈迪松耍衣服，这是健全的圣训，或者说这是伪造的圣训，这是微弱的圣训。那么这样的话，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是我们仅仅是我们口头上的表达那么轻松，而区别是那么微妙呢？不是的。一个健全的圣训和一个伪造的圣训，或者是微弱的圣训之间的区别是。 它就好像是先知的语言和普通人的语言之间的这个区别，因此，所谓我们对健全圣训的这个理解当中呢，所谓的健全可靠的圣训，实际上，它与古兰经的经文之间是，从某种方面是没有区别的。它与健全的圣训与古兰经的经文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是马么？各种文字数量，一个什么？各种文斯数量，一个是还有什么？各种文字数量。除此之外。 二者之间是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圣训在礼拜当中是不可以诵读的，而古兰经的经文呢，在礼拜当中可以诵读的。除此之外，体谅乎嘛？哇，健全的圣训，古兰经的经文，两二者呢，它都是天气的。那么，古兰经的经文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古兰经的经文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从它的内容一直到它的文字，它都是全面接受的，是天气的。 而圣训是的那些斯莱姆是，虽然是他的文字是自己组建的，可是他的内容依然是来自真主的天气，所以从这个方面，健全的圣训和是古兰经的经文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我们对健全圣训的，尤其是伊曼布哈利，在布哈利的圣训集当中所收录的这七千多段健全可靠的圣训的态度和看待是，我们一定要慎重。

¡Gracias! So